Hello， 大家好，翻到嚟8月4日新闻联播嘅两岸国际，有我子晴同大师喺度嘅。咁我睇翻一啲嘅国际新闻啦。美国之前就向呢个乌克兰咧提供咗16套嘅即系嗰啲军事装备啦，16套嘅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咁啊简称就叫做海马斯。咁啊今个礼拜又会再搵多4套嚟，即系协助呢个乌克兰个队伍咧就去抗衡咧抗击呢一个嘅俄军啦。咁啊乌克兰嘅军情局副局長斯基比斯基係啦，咁啊星期一咧就接受呢個英國傳媒訪問，表示咧烏軍發動攻擊之前咧會同美國情報嘅官員磋商啦，而且咧華府咧對攻擊目標咧有實際否決權。對於有關言論咧，俄羅斯國防部星期二咧就一改此前代理人戰爭說法，首次就批評美國直接介入烏戰，咁啊斥拜登政府要為導彈造成東部頓巴斯等地區大量平民傷亡係要負上責任喎。咁毫無疑問咧，因為嗰個高機動性海馬斯咧係非常非常之容易擊到平民嘅，一定擊到啦呢啲。係一個人嘅咧，即係你好容易誤傷嘅，即係唔係好精準，唔係話精準都咁緊要嘅嘢。咁所以就係毫無疑問啦。但係佢威力自己好大嘅，打雷啪啪啪啪聲嘅，咁所以毫無疑問就係咁咯。咁就但係呢個係佢哋而家講個未烏克蘭最犀利嘅武器啦，擁有。咁會唔會繼續陸陸續續都再提供多啲啲嘅軍事裝備俾佢哋去打，等佢哋唔好停。都會一路係咁做嘅，係啦，咁啊，繼續睇住俄烏戰爭。跟住之後咧，英國保守黨黨魁投票啊，咁啊見到英國保守黨咧就接獲安全警告，指呢個選票有機會係已經被黑客篡改。然後向黨員發出黨魁選舉的選票，並取消可以修改投票意向的安排。大約16萬名的保守黨黨員原定星期一是已經收到這個郵寄選票的，在卓惠斯和這個新惠城之間就要選出一個新黨魁啦。每日電訊報就報導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就對保守黨發出這個警告，指黑客呢可以或者已經可以入侵到這個投票系統去修改這個選票，從而影響呢個嘅結果嘅，但係暫時未發現敵對國家嘅威脅。因為佢係電子投票嘛。因為如果你係實體投票，你係唔會嘅。其實係咪真係要電子投票？其實即係投票其實係一種支持噶嘛。如果你投票，你連投票你都係電子投票嘅話，根本上你個投票冇意義嘅。即係我解釋一下啦，你其實就咁嘅。最初的時候咧，大家嘅時候咧，就我哋有咩嘢嗌交不和，有咩決定咁咧？不如大家打和嘅決定啦，係咪先？打贏咗就算啦。係咯，咦？唔係喎，打贏咗咧就好傷喎，無端端咁。如果出到嚟嘅話，唔使次次打咁大麻煩啦。不如我哋投票啦。如果你多過我嘅，咁即係代表你打贏啦，係咪先？咁就投票有個問題，就係嗰啲人可能你投票投我啫，未必代表你肯為我犧牲為我打噶嘛。啱唔啱啊？未必代表你肯為我打噶嘛。咁所以投票又好似唔係好，又好似唔係好均真咁樣喎。明唔明白我意思啊？投票又好似唔係好咩喎，咁但係都好啦，好過真係打啊。OK， 但係如果你即係話，所以呢個係民主制度最大嘅缺陷啊嘛，就係你唔願意，你願唔願意為你嘅支持嘅人去犧牲？即係話你係呢樣嘢係咪一個免費午餐？你原來咧，你只係想投票，你只係想攞著數，你少少都唔願意付出嘅，你連行幾步路你都懶嘅，咁你憑乜嘢有資格有投票權啊？明唔明白啊？個投票權即係話你哋大家都係飯來張口，錢來就伸手，咁你實際上你唔應該享有投票權噶嘛？雖然黨員就比較好啲，因為黨員咧你係有綁黨費嘅。但我黨費係好少噶嘛，咁即係話你都唔願意為黨犧牲嘅，你就再一人一票，你憑乜嘢一人一票啊？係嘛？
所以電子投票本身就是一件 ridiculous 的事，你就是等那些人這麼懶的人，你都有資格去投票，你都有資格，你都有資格去，你都有資格去享有，享有這個基本權利。所以最初的時候，在民主政權初的時候是怎樣來的呢？是有參軍或者是有磅水交税才有投票權，對啊。然後呢漸漸呢後來為什麼會有全民的投票權呢？因為譬如呢以前黑人 OK， 那你就給你投票，因為黑人當兵，後來他打仗，那你焗住啦。那當你當兵的時候，女人你就是因為呢咁你男人出咗當兵，女人嘅 responsibility 大咗好多嘛，要顧家要咩？咁焗住俾翻女人投票權，然之後咧就十八歲投票權就係來自咧，因為啊原來你當兵當到十八歲嘅，哦咁你哦冇理由你我為可以為國家而死而冇個投票權啩？咁於是乎就俾咗十八歲之下入去，以前好似廿一歲啊之類。嗯。咁於是乎咧，但咧於是乎佢哋當初嘅時候咧。但你為國家死啫，你個仔冇為國家死嘛，十一歲就咁。但你個仔十八歲都有喎，你只要你個仔係不勞而獲就獲得啲啊，個個都係因為不勞而獲。其實呢啲係 heritage 咧就係來自咧你老豆做咗啲咩，你就係承繼。其實你承繼咗祖先嘅人嘅遺產。嗯，大概係咁嘅意思。咁而家成班肯 L。如果真正俾我嘅話，我剝住出去投票，你吹多帳掹多場咩？你行出街投票都廢 Q 事啊！我就揼你一鑊，兼且剝出去投票權，兼且咩嘢你咩？你根本就冇機會反抗，你都冇能力台，你冇 bargaining power 呢班人，你明白啊？張，其實就如果你冇 bargaining power， 你揾打先。個嘅時候出到嚟，原來你哋係唔係打嘅？冇用。今次黨魁選舉其實保守黨是首次引入這個電子投票，即是大師就說電子投票其實為什麼要搞那麼多呢？不如即是實體投票，你都不願意為黨犧牲，不如為黨落街你都廢 Q 事啊，明白嗎？熱得滯啊，是不是剛剛、以後我還想你為黨 出力的，那你憑什麼啊？好，咁跟住之後咧，大家都仲係好關注。仲有講多佢都係共產黨啊！試疫苗嘅時候咧，第一個打先啦，要行出嚟就算唔係，等住我先啦，係啊，都係啊。咁跟住之後講翻個佩洛西啦。咁其實東盟其實而家歐盟同埋好多國咧都係關注緊呢個台海嘅局勢啦，即係驚唔驚佢突然間又緊張起嚟咧咁啊？咁而家都好仲係好關注緊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啊，呼籲佢哋係用以和平嘅方式對話啦，就即係解決呢個兩岸緊張嘅局勢，減少呢、這個誤判嘅風險啦。而南韓啦，即係日本亦都係希望透過和平對話可以解決嘅，咁啊，即係北韓就出聲啦，又話牽涉呢個台灣問題啦，指美國阻礙中國實現強大發展啊，完成統一事業嘅企圖必定會遭到挫敗。係情況咁咯，情況就係、是、即係台局勢，大家都係咁講咯。嗯。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台灣好明顯係唔可以和平解決咯，咁簡單。嗯，即係睇可見將來唔可以和平解決。啱啊！即係你見到台灣而家好多人都係啲藝人咧，都係出事喎。今日見到好搞笑啊！呢個唔知啊，大師有冇留意咧 ？SHE 啦 ，Hebe 啊，咁啊，即係大家都可能見覺得佢係比較靚嗰個啦，三個裏邊。咁啊，之前就講 SHE 四十歲噶咯，係啊，都唔算得靚唔靚啊。伴住我哋成長啊嘛。咁其實佢裏邊有一首歌就成日都話全世界都在學中國話啦，以前就唱緊一首歌，咁而家啲人就喺度挑引佢啦，就啲。又話又話唱中國話，但係點解你又走去食意大利粉呢？咁樣即係大家都喺度話呢啲。我唔知搞乜鬼食意大利粉都唔得。咁如果咁樣嘅話，我咁樣嘅話，我如果做中國人做到咁辛苦嘅話，真係做唔過咯。即係你叫我講嚇，做到中國人做到意大利粉都唔食得嘅話，真係唔好搞成咁。中國人我哋可能可以食壽司啩，係咪先？係嘛？係嘛？咁啊，仲有中國人更加可以食日本妹啦，係咪先？啱唔啱？即係之類嘅問題。我覺得即係唔好搞到做中國人做咁辛苦啦。嗯。仲有意大利粉都係中國人食嘅，仲有就係你可以話意大利粉都係來自中國嘅，馬可波羅抄中國咁啊，係咪先？即係唔好搞啲嘢。我所有大我就唔知呢個新聞究竟來自咩咯，即係會唔會係嗰啲黑中國啊，或者之類嗰啲啦？即係有啲叫高級黑啦，會唔會係啲高級黑嘅問題咯？即係
但係呢個好明顯，呢個係唔啱嘅就行為。即係咁，不如即係有啲 fusion 菜嗰啲就唔食得。唔好食西餐咯，係咯，好麻煩啊！而家食嘢都可能又講翻晶片都係來自你個手機啲晶片都係來自西方咯。係咯，但我就認為呢啲係咪高級黑？究竟係咪呢個報道究竟係咪有一啲抹黑成分啊？係嚇，未蠢到咁嘅。雖然中國係有啲咁嘅人，但問題嗰啲人係好少咯。嗯。好，咁跟住之後，我哋又講下啦，亞美尼亞同埋呢一個亞塞拜疆咧喺邊境地區咧又再發生衝突嘅。咁亞塞拜疆軍隊喺當地時間8月3日上晝9點咧，對呢個亞美尼亞咧就陣地發出咗攻擊，造成咗2名呢、這個亞美尼亞嘅士兵死亡啦，14人受傷啦。而亞塞拜疆國防部就宣布咧喺納卡地區拉欽走廊區域咧開展呢個反恐行動喎。哦。咁就兩個打咗好耐啦，未停過啦，所以都簡直唔係新聞咯。因為嗰個係一個飛地嚟噶，隔地區，咁所以就係冇辦法，你一定係會有啲咁嘅狀況發生。打咗好多年噶啦，係啊，唔會停噶啦，係啊，嚇。咁亞美尼亞就亞塞拜疆毫無疑問就係、毫無疑問就係、威力比較大好多啦，力量比較大好多啦，係啦。亞美尼亞就一路都有啲受迫害嘅狀況咯。但係其實又係咁啦。你而家咁嘅小，你而家啲咪小國，你得好似亞美尼亞好似1000多萬人口，亞塞拜疆2-3000萬人口，大約係咁，大約咁上下咯。應該係我唔好咁百分百肯定啦，但係問題依個體質嘅小國，你除非一早夜晚落咗錢啊，如果唔係嘅話，一早已經係有錢，如果唔係你實際上你好難維持。你而家喺呢一個講嗰個 size 嘅世界咧，你呢個 size 好難維持，所以一早你就彈起咗，如果唔係而家做唔到呢、這個。冇辦法能夠維持到，所以呢兩個都係大鑊嘅。而且中亞本身已經係窮嘅咯。嗯，係啦。咁啊，亞塞拜疆勁啲喎，阿大師就覺得。唔係個係人口多好多，同埋亦都有錢好多。亞美尼亞就好慘啦，成日都俾人蝦，成日都俾嗰個咩？我睇下先啦嚇。亞美尼亞嘅人口係290萬。咁如果咁，亞塞拜疆就1000萬啦，即係大概係幾倍，係幾倍人口嚟嘅。嗯。係，大概係幾倍人口嚟嘅。好，咁跟住之後，我哋又講下啦。以色列合成老鼠胚胎助燃培植器官。咁啊，以色列一項研究實驗室咧，就培出咗一個合成嘅老鼠胚胎，好恐怖啊！過程之中咧，就係用到呢個老鼠嘅幹細胞，將來可能咧會用類似嘅技術咧，以幹細胞種植而植用嘅器官。亞塞拜疆嘅人口係1000萬，冇錯，係我記得幾倍，但係我淨係記得比例，唔記得咗。真實唔記得咗數字，用幹細胞去製造老鼠？用佢哋個胚胎啊，整咗一啲即係可以。你等我睇睇個狀態點先。用類似嘅技術，即係移植用嘅器官啦，即係用佢哋個幹細胞。我淨係做器官啫，係嘛？嗯、但係佢而家佢意思啊，即係佢係咪直情將幹細胞去做一個胚胎？你等我睇睇先啦。嗯。哇！即係唔用卵子，唔用精子，正向基因去做咗出嚟，咁就即係理論上你可以，如果你用理論上你可以正向基因去做老鼠嘅話，即係你可以正向基因做人咯。嗯，好恐怖。明唔明白？即係佢可以將咩？但問題就係複製羊嘅故事啦。複製羊咧係好短命嘅。嗯，係好短命嘅。所以到就而家唔好講複製人，你而家做只老鼠，問題就老鼠能唔能夠嗰個 survival 係可以咩咯？咁你理論上你又可以，你係幹細胞，即係唔用整子卵子，而係用27個老鼠，然之後分成三組，將三組結果混合，然之後話因為你呢個就變咗佢唔係一個複製，佢唔係一個 cloning 嚟嘅，佢嘅意思就即係等於結合，即係話我同你如果要結合。如果我複製我自己做到啦，但我同你要結合做一個後代，係唔需要精子卵子結合，就係我掹啲幹細胞出嚟，你掹啲幹細胞出嚟，咁就已經 OK。係，咁會唔會好貴咧？即係呢啲其實咁呢個梗係貴啦。明白個問題喺邊啊？嗯，個問題就係好恐怖喎。咁你以前你呢個係已經唔係複製嚟㗎啦。以前理論上我講俾你聽好冇？嗯，理論上人同豬又可以一齊結合。
咁我真係會世界大亂嘅喎。因為你係幹細胞嘛，咁你似乎你唔需要嗰個基因，你唔需要嗰個染色體。嗯，我講俾你聽個問題啊，理論上你可以同曱甴生仔咯。我得，唔好再講啦，去啦，我哋明唔明白啊？所以我覺得呢個理論上都同曱甴生仔，因為你將兩個基因就夾硬將啲基因結合埋一齊嘛。嗯，係啊。但希望佢短命啦，即係你話複製羊嗰啲都短命噶嘛？咁呢啲會唔會都短命？咁但係你技術上你可以做咁做到嘅話，你就可以繼續做。我解釋俾你聽嗰件事咁啦，即係如果我睇呢個咁嘅意思，佢用咗27隻咩嘛，同埋你可以同埋27個人一齊結合咯。你生个仔咯，明唔明白 ？O M G， 要谂恐怖真系。好，咁我哋今日嘅佢而家就梗系净系嚟做器官啦。但系问题实际上你又可以变咗一只咩物，变咗一只老鼠嘅。肯定会俾嗰啲道德团体会反对喎，呢啲嘢系咯。系啊，好恐怖，因为我觉得呢件事。好，咁我哋今日嘅两个国际去住咁多先。好多谢大家。太恐怖啦，拜拜。